整整三年了，终于是时候翻身了。人族，你这是找死！你不是说有朝一日要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吗？三年了，我继阿摩羯，你吸收的力量也饱和了，该把力量还给我了吧？我不会再失败了。我烈焰神君突破四阶境界了，决一胜负吧。